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这回家来了，然后看看我晾的蘑菇，在我郎永叔这儿晾的，用他塞木耳的架子，啊，这收了三天，就收了三架。今年蘑菇少啊，过两天不知道还能不能有了。啊，这个还没晾干的，这边是第一批晒的。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，现在这样就已经行了，可以给它收回家了，能有个20斤都不到吧，这一天收的，这玩意儿基本上就是10斤干1斤。嗯，哎呦，看这马大爷家的牛这么多，大部队啊。挺好玩。现在有多少只了，大爷？现在多少？有多少？19个。正常快点龙。啊，挺好。他开一会儿把车给撞来开。没事儿。这19个得多少钱了？得快10几万了吧？不多，20万啊，爷们儿，得有，差不多呗。嗯，它就有小崽儿，它多大的就多。这也是第一年还是第二年下的那种崽的呗，哈。它有的刚才不还有今年刚下的吗？嗯，挺好。反正一个大野牛不值钱，你不得卖个15-16啊？刚才那小堆儿就剩下这些哈。嗯，这小磨头子也挺好。哪磨头子？磨的。我知道，就磨的那种。磨这玩意儿，反正一泡开吧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好蘑菇，咱这还没人要。那你就扔它呗。你这一堆儿也得这些。对，都有。你一折腾就有，你看这底下一折腾都有。嗯。其实有时候这磨吧，它就做啥？豆腐脑那个打卤，对，都那么吃。这玩意儿留点呢？哎，不用，你这回家一到这带还有一堆，还有一堆，那它指定得掉。嗯，这玩意儿啥都是一折腾一遍掉一堆。行吧，其实今天就是半袋儿。嗯，咱们再拿去吧，那两个架拽着。这太阳也快落山了。现在还得把这个给它放下来。这盖上以后，晚上露水就打不着它了。这先搁这屋。嗯。这到时候还得搁炕上再吃了吃了，再让它干一干。豆角丝整完了。炒上了啊、哦！都吃上了。我还是吃炒的，你妈的！嗯，坐上了。哎呦，你大哥呀！啊，今天这炒鸟吃的，也剩不点儿。这边还扎的刀鱼，这个刀鱼好吃。好长时间没吃了。嗯。你回来了，你妈给你做好吃的。过两天炒豆角丝，你妈还没割肉呢，就你回来还得割肉呢，是吧？嗯。给我回来给割肉了。嗯。我这肥不好点呀。对呀、啊。在下面吧，你们是吃想吃啥吃啥，得口。回到沟里了呢，这你看回来了，儿子回来了，赶紧给做好了。嗯。前两天我不那啥嘛，卖真的、嗯，我在那儿那真的好吃啊，我吃了还吐了，晚上的时候哎呀吐了3气儿，吃多了这是啊，吃多了呗，这玩意儿真的坚果还不能吃多了，吃多你没嚼碎，但是你吃完可能就躺下了，嗯，那时候也晚上了，吃完就睡觉了，因为我这天在家我也吃也吃，有时候吃一小口啊。嗯，
但是掐完了也就一把。再一个，吃那玩意儿你必须得细嚼慢咽。真是，以前也不知道啊，这是哪吃过这玩意儿吃这么多，整的哎呀肚子可不舒服了。这两天大家应该也会陆续收到真的了，收到以后大家记得一定要别吃太多呀，那东西是好吃，但是吃多了确实是胃不舒服，一回吃一把就行，记得啊。好，大家拜拜。